看咱这张大马屁无？嘿，伊这个大会安怎？哦，会歪起来，翘起来，翘起来。所以咱安怎？咱来甲固定。嘿，这叶啊，中有网啊。哦、你爱夹伫线，伊当袂走的，用线夹的，夹起来好啊，好啊，好啦，简单，简单，对啦，哎、啊，咱是吼规定吼，你动作夹一张哦，我叫一声尔咧，哦，哎、欸，准备很多啦，来，这第一下，哇，在那有高度，有诶吼，你玩到，这是要做两项工课，这款干嘛咪？对，大细粒差足济，嘿，加细粒啊。有快无？嘿，唔通规只脚，规只脚就规宽拢出。哦哦哦。细粒啊，后面的小的不要了，下做蔬果。啊，另外一个工课，感觉要头伫遮，伊会发你的侧牙、细牙啊，这个不要。是安怎？伊会抢营养。恁今仔日就是做这个工课。明白哦。这两零啊，这零过一零，啊这吼。这是干嘛色的？嘿，隔壁迄零是红的。哦，不同品种哦。嘿，啊，那是上新的品种。较早咱讲小圣女，今年的品种啊，做天女。天女。哇！我想我啊，搁有仙女，啊，搁有天女，不同。哇！啊，您先做这个。好，来，好好。所以这些就是竹子。对，这些都是竹子，台湾贵竹。室内的比较不会坏掉，但是户外的。尤其是户外的很容易就坏掉，因为可能是有下雨刮风或者是温度的变化也都会，所以会造成有一些我们温泉池旁边的竹子像就有被虫蛀掉的一些痕迹出现，所以还会被虫蛀。对，你刚好就是刚好碰到，是不是刚好很刚好先来拿我们昨天去采回来的新鲜的台湾桂，所以我不用上山采，因为我上山还得砍，我都帮你准备好了，我上次砍了还从山上拿下来，但可能等一下会比上山还累，我是说可能有可能。 OK， 哎呦，好玩的，好，就直接这样子啊，直接夹在这样有没有？然后这样很方便啊，这样不会痛，不会痛啊，久了会痛。可以的，不是，这样真的是不用弯腰，很好。哎，笑脸呢？水哥怎么了？叫我紧，免得卡那边卡灵啊，急死我来钱的。哎，最重要的，我们往下看，你有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吗？这边有，我发现不太一样。这个是有，这是他们弄的吗？重用的。这是重用的，对，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来判读这一支竹子有没有需要更换。OK， 那我现在了解了，所以这个就是有虫，对，这个就是没虫，这是就没虫。第二个可以透过敲击的声音去发现它有没有被虫蛀掉，你可以稍微敲一次。有虫跟没有虫的声音差别在哪？你听听看。哦，可以，完全感觉出来它的厚度是薄薄的，它的厚度是薄掉了，所以它变得比较。脆弱，比较脆，比较响。我现在已经是竹子达人了，可以这样教我，我已经直接变竹子达人了。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开始来做更换的动作，更换的动作了。哎、欸、哎，水哥，看一下，你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目前这样子哈，这料没坏，没有啊，没喝啊，没喝啊。两个帅哥，哎、欸，我给他一个请一个来打点倒茶干。啊哦，阿力，阿力哥，唔知讲诶，唔知讲诶，太阳的人做这个少年人，当然来给做歌哩。哦，台南市阮旅游局的局长，哇，欢迎局长，局长，局长，哇，局长来倒做工过，哎，来倒茶缸，哇，我够歹势，哇，你好大胆，局长，你好，人美丽也是非常关心那个。农业的朋友哈，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农业哈，其实都跟我们的休闲是一环。嗯嗯，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些在地的一些整合哈，
因为毕竟比如说像北部的人，像你们来到台南，你就会想说，哎啊，台南有什么好玩的？台南其实有山有海有名人，啊，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目的地，啊，大家都可以来这里体验一些农村的生活。对，这也是旅游的一环。我是想问局长说，就是大家这次受到疫情的影响，是，那你要怎么样让很多旅客再次回来台南这个美丽的地方？那其实我们市长哦，徐宏伟市长对于这个整个台南的观光的一个产业很重视啊。其实观光大家都想说到底是什么？观光就是游客来到这里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一个观光的重点。那农村的一个体验，特别是休闲农业哦，也是我们在台南发展的一个重点。尤其是这几年哦，在这个甚至在国外海外。大家也知道，虽然现在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有国际旅客进来，可是过去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台南其实有三成的这个海外的游客是特别指名要来休闲农业哦，真的园区是呀，对，因为同时你可以了解，而且又他比如说亲子啊，他们一起互动。我也是这一次来以后我才知道，哇，原来台南的休闲农业这么发达。要不然我以前就是直接去吃小吃啊，然后在台南市走而已。对啊，就太肤浅。就是台北人啊，真的，真的很厉害。我跟你讲，其实台南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东西好吃，为什么是美食之都？因为我们的物产丰富，是有山有海有平原。对，人家说哦，拿个筷子都可以变棉花糖。啊，因为是原料甜，对啦，对，是新鲜，一直转就好了。对，一直转就好了。哇，这些都现地的，就像你们今天在这干巴饼，是这个都现地的。他弄啊，来让我嫁掉。哦，对啊，觉得品质很好。那刚刚那个局长有提到说，这是很多休闲农场嘛，那这些休闲农场他们跟一般农场它特别之处在哪里？其实哦，休闲农场是这样子，它就有一些体验的课程，是你可以 DIY。那另外我们其实我刚刚提到山海平原嘛，那我们就把它分类成三大类型哦。山边的部分，像我们今天来的水哥这里的龟丹休闲农业园区，哎，这个就是其中一种。而且龟丹还有一个特色，是它有我们的美人汤啊，对对对。所以呢，你坐累对不对？就去给它泡一下。没错没错，马上又可以恢复。昨天水哥晚上非常热情，我们一到的时候，他说没关系，先不用工作。然后我们在睡前的时候，我们三兄弟我们就一起。泡一下这个水，碳酸氢钠泉，是俗称的美人汤嘛？是，没有错。另外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大坑休闲农场，嗯，哦，那个是在我们的168新化的一个路线，对，对。然后像我们的梅岭，哦，梅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扬眉吐气哦，那边就是吃梅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景点。梅花开的时候很漂亮，我在那边拍过 MV， 很好的，那里很漂亮，对啊，对。然后另外呢，其实就像我们的这个走马濑。哦，对吧？在御景，哦，台湾著名的，对，就是这是三线，就在隔壁，没错。然后海边的部分就有两个，就是像我们的这个龙海号啊，大家可以哦坐船出去哦，讲二讲阿爸，嗯，哎，这个我觉得很棒哦，我自己就很爱啊。我们可以争取一下，下次请问今晚住谁家就去，一定要去那里，我自己超爱的，而且是我们这个观光这个娱乐渔筏哈，其实受到非常多民众的一个喜爱，特别是外国人去的，每一个人都满意度破表，而且吃科考科吃到饱，到无人岛上面去，新鲜的你直接就吃了，很牢啊，对对，很牢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七股的这个西南的休闲农业园区哦，那里也是我们海边的一个很重要资源哦。对。那另外呢，在牧场的部分，就是我们平原，它有四个我觉得蛮重要的点，一个就是我们柳营，对，乳牛的家，对。大家就知道，哎，台湾其实有很多这个牛奶，其实它都来自于我们台南的这个柳营。全台湾好像1/6的牛奶都是从台南出来的，六分之一，对对对。所以就是乳牛的家。那另外呢，大家不知道那个像九品莲花，对，这一个生态园区哦，它有一个很好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天然的植物性的这个胶原蛋白。莲花，对，莲花，莲花有天然的植物性胶原蛋白，没有错，就是很多吃那个锅，你会发现说，哎，怎么煮一段时间，那个莲花哥哥哥，它没有坏掉，没有坏掉，它是因为那个莲花的关系，而且现在我们也都推广，你可以拿回家吃火锅的时候就放一朵下去，那个火锅就会好漂亮，像开花一样。是，哎，这个我也很可以吃。另外呢，其实像我们的吉源哈，这个在麻豆，啊，它有
各式各样的这个柚子的一个料理，文旦柚子的一个料理，还有窑烤的一个面包。您刚刚讲的每一个东西都是不同的物种，对啊，不同的农产品，然后都在台南呢，太厉害了吧？厉害哦！啊，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看哦，我们这一些像鸭庄啊，对，这个已经有三代百年以上的这个养鸭的历史了。在台南，其实我们鹅啊、鸭啊，为什么在下营就有这个茶鹅、熏茶鹅？是是是，这个就是我们养鹅、养鸭，甚至养鸡。对，我常常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他有40万大军，我说什么事？他说啊，我起洗澡架，洗澡板家呀，就有40万大军，没起几条心，他都跟着我后面走啊。哦，那你看这多风光。我刚突然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台南我们都知道是叫美食之都，是是。那你刚刚讲这么多休闲农场。那他们这些休闲农场有没有各自自己的拿手菜？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有，其实因为我刚刚有说哈，那个物产很丰富，所以甲烷鼻是我们一个重点。嗯，你料理师傅的料理再加上去之后，哇，那东西都太棒了。对，所以其实这十家都有它各自的一个特色菜。太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也都你知道吗？疫情期间哦。很多人都会有一些什么啊外带啦，或者是用网购啦，其实这也是一个方法。宅经济嘛，对。对，宅经济这种特色风味餐哈，那我们的特色伴手礼都可以来到台南。你如果讲不够亏，你还可以带回去。哦，真的鼓励大家多来台南这个好地方，是多走走。另外哈，其实下了这个交流道，大家现在都很怕麻烦嘛。啊，但高速公路开一开，哦，快速道路开一开。所有的我们这些休闲农业园区哦，都是30分钟就可以到，对，而且亲子同游，是，对，然后我们都很建议哦，到了这里之后，你还可以顺游的景点非常的多，嗯，对，哦，所以我刚刚有提到，马上来龟丹就可以泡温泉，对，旁边还可以去爬山呐，啊，去步道，因为这边是山区嘛，对，差不多的话，啊，别讲我讲啊，好啊。有对哦，今仔日我那要来做工的嘞。哦，对哦，来加蟑螂。哎，我阁有一个工课啊，拜托你哦。当我们两个当然没问题，如果局长能够跟我们一起，拜托，全身装备齐全，可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是啊，是啊，赞，可以的。哦，那你跟着来，谢谢，加。完美，好 ，OK， 辛苦你了。完成要问问看那个一哥跟子怡到底做什么？他们是去晒太阳。哎呦，你看现在正是太阳大出的时候，你知道现在多热吗？哇，现在昨天还在下雨，今天结果整个出大太阳。今天整个出大太阳，你分配在室内其实是裸去准备一下。泡汤，你去泡温泉好了，脱衣服就泡汤。对对，你去那边等。恁两个今仔拢爱靠工作，啊，哪个讲话都无咧看卡。对，刚刚来的时候就不小心踩。你也看啊，踩到了。哎呦喂，太衰啦！所以那边最难过吼。嘿，啊，别要小心，爱注意，爱注意。了解，了解，了解哦。哦，好。今天这个工作对局长来说太简单了。嗯，对，是会那个啦，在后壁哈，每年的二月我们就有那个插秧的活动，那个观光客可以来的。哦，田间玩很大的一个活动，然后四月就神蚕醉嘛，啊，六月就收成。哦，所以其实民众如果来哈，他就可以2、4、6每一个月都来台南玩，然后顺便看他的稻子长得怎么样。啊，对小孩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啊。对，啊，所以我都会很注意有没有踩到农作物。哎，对对对。来，我哥，我帮你把剑拔一下。是，这个一定要试一下。我背后也拔一下，来就根本没有注意，全部都踩。对，就他就说很痛。太不行。享受生活，对不对？哦，我们的弟弟从以后都找个
种都还做。我们两个晒太阳，你泡汤，什么意思啊？不行哎！啊，我有认真工作，不要这样，太过分了。我不信，我不信，证明给我看。你泡多久了？我有个半小时。差太多了，这个工作时间下次不能这样分配。哇，原本有1000个厨师要换，但他们保养得很好，所以不用换这么多。对对对，你也是又是做到竹子的东西。对对对对，竹子小王子，他跟竹子超有缘。但是我拿竹子做筷子 ，Bamboo Man， 好啦，厉害啦，好不好？很舒服到，是很舒服哎。阿林卡拿，哎哎，小哥，哎，对不起，到哎，温庄卡点，哎，温庄水咸咸，我咸的啉一。刚刚那个，你们用那个，你们啊，可以吃鬼，你们吃的怎么都要吃的？对，你可以用这个，蛮新鲜的。有啊，不是我严重怀疑，刚喝到咸味是我们在走过来的时候搓出来的。对，会不会是你脚酸味？脚酸味，你的汗水味。有啦，小老板有说是有一点咸味，对，但不能喝太多，因为矿物质含量非常丰富。对，有。有喝哎，他这边的温泉啊。很多温泉都是只有热水是温泉，对，冷水它是冷热都是温泉，它有冷泉，厉害，对，厉害。你要怕什么？因为我很怕酸，我超怕酸的。我们不要浪费了。你这是什么？它被口水淹没呢，真的好酸哦！哇哇！先把这个姜黄素释放出来，把那姜的香气吸出来。这个梅子是关键啊！而且我们从一开始，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我们都试吃。对，哇，那个酸吃了太过分了。吃了才知道你在干嘛。我们要解释给观众朋友说，我在做菜，我真的都没有偷吃哦。你那生的，那怎么吃？他这个表情一定太有偷吃。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赶快订阅！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哦。